这里皮有点皱皱的，皮有点皱皱的，不好吸收。他就那鸡嘎窝那里，鸡嘎窝这里打结呀、啊，对，打的好严重的那种，就剃的剃，而且梳也梳梳不那个，真梳不开。这个地方后面那个地方，因为老沾到尿的话，我帮你剃掉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想剃那里，就剃掉一大圈，就是有那么大一个圈，脚底毛也剃了。就这个地方有个牙结窝，这里要跟你说一下了，因为就打结打的比较厉害，那、瞬间好看多了。好了，洗好了，可以回去了。因为怕有点干燥，然后就挤点这种精油就可以喷上去。放这个又会比较香一点点，然后毛呢，就算久了一点的话，它也会比较滑一点点。Thank you.